Thank you for joining me in this interview presentation about music therap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is is the first video of its series on music therap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ound the globe, presented by the Edu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Music Therapy. The aim i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music therap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I hope you will stay tuned and follow us through to the end of the series. I'd like to begin by briefly introducing myself and my guests. My name is Vivian Chan, currently the chair of the Edu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WFMT for the term 2020 to 2023. I'm delighted to have with me Ms. Yasmin Lee, a seasoned music therapist with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practicing in Hong Kong. She is the honorary lecturer of the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Graduate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eaching fundamentals of music therapy for the past 8 years and providing clinical and dissertation supervision for the past 5 years. The following interview will be conducted mainly in Cantonese with English subtitles. Hello, Yasmin, 你好啊. Hello, Vivian. 係你好，首先想多謝你啦，可以騰空你寶貴嘅時間啦，出嚟嚟到呢一個嘅訪問嘅，所以多謝曬你。冇客氣。咁咧，我知道咧，你當初咧係喺美國New York University 嗰度咧去讀音樂治療嘅喎。咁其實當初點解你會去到美國嗰度咧去讀音樂治療嘅咧？然之後又使到你翻到嚟呢度香港嚟執業嘅咧？ 其實係講緊超過20年前嘅事嚟㗎啦。咁咧係1999年，我決定咗想讀音樂治療呢一個 degree 啦。咁當時咧其實喺香港咧係冇乜人從事呢個行業，咁亦都冇一個咁樣嘅 study program 嘅。 所以必然一定會係喺海外讀噶啦。咁我知道當時可以選擇嘅地方可能係有美加啊、英國啊咁樣嘅地方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個 undergrad 咧係喺美國加州度讀嘅，所以我首先就考慮咗都係去美國度讀我呢個 master degree。咁然後做咗啲 research 了解到喺 New York 有一個好好嘅 program， 於是就報咗名，咁就好好彩，就我只係報咗一間，咁咧就呢一間都收咗我，咁就所以喺1999年嘅9月咧就過咗去 NYU 嗰度去開始我 music therapy 嘅 journey 啦。咁讀完之後係咪即刻翻嚟香港就業嘅咧？ 我當年係嘅，咁其實咧，有我自己嘅原因啦。咁陣間可以講下。咁但係如果事實嚟講咧，之後所有同我傾偈，之後讀音樂治療嘅人啦，或者俾想我俾意見嘅人咧，我都會建議佢哋唔好好似我咁，唔好學我，就係應該咧讀完咧留喺自己讀書嘅環境嗰度，可能做一輪有機會可以正式出嚟做一輪音樂治療先，然後先至翻返去自己 home country， 就算係打算服務翻自己 home country， 因為實在係需要一啲 support 先。 有一啲自己熟悉嘅前輩啊、老師啊、 supervisor 啊，有一啲已經建立咗嘅工作條件啊、工作嘅 post 啊，咁樣去 start off， 然後先至翻嚟香港再去打開條路咁樣樣咧，可能係比較循序漸進啲。咁但因為當時我自己一方面係我自己嘅當時我嘅伴侶啦，佢已經喺香港啦。另一個原因係當時亦都經歷咗喺New York 嘅911事件啦。咁所以有種種嘅因素令到我畢咗業之後咧，就決定直接翻嚟香港去開始我嘅工作。當時其實翻到嚟香港咧，呢個音樂治療嘅行業又係點樣樣嘅咧？當時咧。
我聽聞我是第八個回到香港 practice 的音樂治療師，所以我回到來的時候咁啱都有多幾個是在不同的地方回來的音樂治療師的，所以當時大概是在香港有十位已經攞了認證的音樂治療師，但是我所知就當時不是全部十位都是做 music therapy 的工作，可能有些是做一些 music 的教育的工作，或者是另一些的其他的未必一定相關的工作這樣。所以當時香港的社會對於音樂治療這件事都未算是太認識，唯独是系特殊教育嘅界别，多啲家长或者喺啲特殊学校，或者系一啲成人嘅智障嘅庇护所，譬如咁样咧，一啲咁嘅机构咧，佢哋就开始对于音乐治疗呢样嘢有 show interest 啦，就会有兴趣同我哋去联络，倾可以做啲乜嘢。幫助到他們的服務的對象，這樣子。那時候呢，那個環境就是這樣，而那個培訓呢，也都是沒有任何program的，那時候，當時。那現在呢？現在已經是二十多年後了，那現在其實這個音樂治療的行業啦，還有培訓在香港又是怎樣的呢？我想現在很不同了，即是我想，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都 move on 了都幾多下，譬如說Hong Kong U Space 啦，他們已經跟 Melbourne U 有一個聯繫啦，就開始了一個好像是 postgraduate 的類似 diploma 的課程的，開了好幾年是真的專門訓練一些 postgraduate graduate 嘅啲 diploma 嘅音樂治療師，但佢哋未有正式牌照，但係佢哋拎住嗰個認證係可以去，譬如最起碼去到澳洲 Melbourne U 咧，可以係完成埋佢餘下落嚟嘅可能實習啊或者其他嘅學分咧，然後就可以攞到一個正式嘅音樂治療師資格，係澳洲承認嘅。然後好似再過多幾年，即係早幾年啦，Melbourne U 協同我諗幫手啦，喺香港好似已經有一個本地嘅音樂治療師嘅 master program， 所以都雖然喺香港讀，但係喺澳洲大學嘅一個碩士課程啦，同埋嗰個註冊都係會跟澳洲制咁樣樣。所以我諗實在太大嘅變化啦。另一個顯示就係、是。在香港而家攞到已經是一位正式的音樂治療師註冊的音樂治療師咧，人數咧已經是幾十倍增長啦。我唔 exactly 知道而家嘅人數，不過我哋香港音樂治療協會我哋都有個 membership 嘅制度啦。咁可能好大部分已經有註冊認證嘅喺香港生活緊嘅音樂治療師咧。都應該是很可能已經是我們的會的 member 啦，所以都很大的 difference 了已經。是啊，但始終其實雖然是這樣那個 registration 註冊的制度，香港仍然沒有我們本地那個註冊的制度，始終在香港的治療師現在暫時其實都是由國外那裡註冊翻嚟，又或者系註冊，跟住喺呢度執業咁樣樣。冇錯冇錯。係啦。咁 Yasmina， 以你自己喺外國嗰度培訓翻嚟啦，跟住翻到嚟呢度就業嘅經驗啦，跟住然之後又有督導其他學生啦，同埋已經就業緊嘅音樂治療師啦，同埋你自己嘅 clinical 嘅 experience 嚟講，你覺得一般音樂治療嗰個嘅培訓啦，其實有啲乜嘢可以喺邊一方面可以更好咁樣去預備將來嘅音樂治療師嚟到香港呢度就業咧？我諗有，我諗好多唔同嘅方面，我哋都可以去。指出的關於你點，或者我自己觀察到咁樣樣啦。咁但係
籠統嚟講，有我諗有幾個點都係一個比較有趣或者重要嘅發現啦，可以咁講。我覺得其中一點咧，就係、是、似乎由我翻到嚟到而家二十年後啦，喺香港嘅社會上，譬如受助眾嗰一方面咧，佢哋關於接受心理治療呢一個意識或者係理解咧。唔係話進展咗好多嘅啫，可能呢個係都同我哋香港人傳統嚟講都有一種亞洲人或者中國文化嘅背景有一啲關係。有時候我哋是所謂治療師係一種 authority figure， 咁我哋認識 authority figure 咧。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來說呢，是我們要服從的，或者我們是很 respect 他給advice 我們的。這個情況呢，都會跟我們其實在海外或者譬如接受音樂治療這個源自於西方的 training， 西方價值觀的 training 呢，是有一個 gap 在這裡的。是。簡單來說呢，就是或者起碼我想我跟你都是接近的，就是我們的 training 呢，是我們不是教我們的 client 怎樣去解決他的問題。Yes， 我們不是給我們的中谷他應該怎樣處理或者面對自己人際關係或者生活的危機。我們是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師，其實我們是 walk through 他一個 journey 去尋找屬於適合自己的方法去回應他的困難。這個 expectation 的 gap 會是一個我們可能在海外受訓練的時候，或者香港接受這套源自西方的訓練的時候，我們需要自己去縮短那個 expectation， 或者找一個方法去過渡到這個 expectation 的落差。其實這個方面，我覺得在開始的時候，我自己的經驗是需要多一點的 verbal 的技巧去令受助者安心，去 try on 我們嘗試用一些藝術、一些 abstract 的方式去進入那個內在心理探索，然後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那個過程。除非我們本身去讀音樂治療之前已經對於 verbal counseling 或者用語言去跟一些受助者溝通的技巧是有背景，如果不是的話呢，我們很可能有時候讀一個 master degree 兩年四個學期，即是很濃縮地根本連學習音樂治療掌握這個技巧都是剛剛好夠時間。就会很容易忽略了其实我们都需要 equip 自己在使用 verbal 的 skills。即我觉得使用 verbal 的 skills 不是在于怎样用语言用得很厉害，而是讲几多不要讲过多都是一个技巧来的。所以即我想这一方面其实都会是去读的人或者一些我们自己怎样去寻找在學校裏面找到一些 electives 啱我哋可以補足呢一方面嘅嘢，都要可以係注意一下嘅東西咯。咁其實呢樣嘢咧，可能就係喺我哋訓練完之後，跟住咧進入真係呢一個 working world， 所謂嘅 working world 裏面咧，可能咧未必真係會好好預備到我哋咧去點樣去 set up 自己。那個的profession， 尤其是as a freelancer， 那以你的經驗，尤其是在外國回到香港，其實set up自己as a freelancer，需要的skills，又或者其實怎樣可以更加預備好自己去做這件事呢？我想無論是我自己回想我當年回到
去開始，或者我而家目擊一啲啱啱翻到嚟嘅即係我哋嘅同行，佢哋去 start off 嘅時候嗰種開頭嗰種迷茫，都係好多方面嘅嚇，即係因為始終我哋係訓練嘅係一個地方同埋一種文化背景，而我哋真係要將佢apply 落去我哋嘅工作，成為我哋 career 啦。我哋身處嘅文化背景同埋嗰個社會，成個社會結構、經濟嘅結構都好唔同。譬如最表面嘅係究竟 charge 幾多啊？我應該收一個個project。咁樣嘅一個 project， 我應該係 ask for 幾多？你好難將，譬如我講當年用美國嗰個價錢擠落去實際上嗰個 local 嗰個 context 嗰度。係。咁呢個我諗呢個係已經最 basic、最表面嘅一啲處境嘅。另外更多嘅就係話成個社會環境接受或者個 field， 呢我哋音樂治療係 applicable into 嘅 field， 喺外國同埋喺香港，其實個 context 亦都係好唔同嘅。Mm-hmm. 譬如話，可能喺外地外國已經係入咗去政府嘅機構裏邊，好多佢哋自己嘅 system 已經有，但係喺香港你係可能就係 NGOs 嘅啫，社福界嘅啫。但 other than that， 甚至喺政府嘅結構裏邊都唔係必然有，或者係好容易可以滲入到我哋嘅角色喺裏邊嘅時候，嗰、那個準備我諗好大嘅程度係關於我哋係咪 ready 將音樂治療用我哋舒服嘅語言，以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可以接受到，佢哋 identify 個 priority 乜嘢係 higher 嘅狀況下 present 到出嚟。嗯，即係呢個我記得我畢業嘅時候，我嘅老師係我諗而家都係嘅，就係會訓練我哋要做 in-house 嘅 presentation 咯，即係你去人哋嘅機構度。就解釋俾人聽，我嘅音樂治療呢個服務點樣可以幫到你嘅機構 serve the same purpose for 你嘅 clients 咁樣樣，係咪？咁但係我覺得要 more than that 啦，而家喺香港嘅話，你係要開拓唔同嘅未有音樂治療嘅一啲 fields， 係你係可以用多個 language 話俾佢聽，譬如可能喺啲 commercial。嘅 corporate 裏邊一啲 staff training、team building 嘅嘢，你要話到俾佢聽呢樣嘢點樣 work along with 你哋嗰個 benefits， 你哋係幫緊你去做到達成到你哋嘅 purpose 咁樣。咁呢啲全部我哋都要去 develop 呢啲 skills 啦。如果真係要翻嚟香港去做啊，亦都應該可以咁講，因為香港而家咁樣嘅情況，其實好，我都見到好多音樂治療師翻到嚟香港係會自己 start off 一個 centre 嘅。咁所以另外一個層面就係個 training 去幫助到 graduates 佢翻到去，譬如翻到嚟香港，佢能夠 ready 係投身喺呢個行業裏邊開始佢嘅服務咧。佢哋亦都要識得點樣去 start 一個 business 咯。其实我的年代是我读的时候老师是不会有这样的 awareness 去说啊 ,Yes, when you 回到香港你要 start 你的 business 的。即是都是想啊你可能入 NGO 度啊做 project 啊。Yes. 好像我当年就做很多 freelance, 很多 outreach programs 啊这样。但是现在如果你想想越来越多香港的音乐治疗师在这里在这个 field 做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太多治疗师，我不觉得就是说是太多，而是说我们怎样去 spread 开去找到自己可以服务的空间，这件事我们要 be well prepared 咯。那我自己譬如我都会接触到一些找我做 supervision 的graduates， 他们可能是本身的 training 是已经
ready 佢哋可以做一啲 psychotherapy 嘅 work 咁樣樣 ，music psychotherapy 嘅 work。咁佢哋就會可能做咗喺香港做咗幾年freelance 之後咧，佢哋開始係真係考慮自己係咪可以 start 一個 private practice 咧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佢哋會比較茫無頭緒嘅，即係甚至連應該揾一個點樣嘅地方係適合做 psychotherapy。不是 just any therapy， 因為你知道很多 counter transference 的問題存在 transference 的東西，所以他們要怎樣考慮，還有他們什麼時候會認為自己是 ready 去接一些譬如 trauma 的 case 啊，或者一些比較真的 serious 一些很 straightforward 的，真的一個很直接去到 therapy 的程度，心理 therapy 的程度 的 case 的時候，他們怎樣去 start off， 怎樣去 evaluate 自己是有足夠的能力去勝出這些 case 呢？那這些的準備他們都是沒有人去教咯，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應該是在他們 training 的時候都，如果已經有些老師在個 program 裡面已經可以給一些他們很資深的 advice 他們，我想都是對他們來說是有一個定心針，還有有個方向去回香港去知道怎樣尋求在香港的上下文這個 context 裡面去 start 自己的 career。 好了，講到你這裡，我又想就問一下 Yasmin， 你對於音樂治療在香港將來的發展，你覺得其實預備啦，又或者其實當中目前咧有啲咩嘅工作啦，係可以令到音樂治療喺香港嘅發展咧可以更加暢順啊，又或者係更加嗰個展望會更加好嘅咧？我唔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好有前瞻性嘅人，咁我即管分享一下我自己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想我這些想法是都來自我過去這幾年做很多關於 expressive art therapy 的學生的訓練啊，教他們啊，或者 observe 到在香港大學裡面這個 program 他收生啊 train 人的方式是怎樣幫緊 expressive art therapy 在香港的發展，作為一個參考，我們 music therapy 又可以怎樣去發展推廣呢？那我就留意到其中一件事，因為其實 expressive art therapy 在香港已經是第八年我有份教啦，即是說他三年到就有一批part-time graduates， 所以都已經有第四、第五屆 more than maybe something like that 的學生已經畢了業，在這個社會在香港社會做緊啦。我見到他呢在第三、第四年最起碼開始收生的方式呢是有一個很微妙的關鍵位，就是他收了很多除了他們是 talented 或者本身性格適合做治療師之外他們有 arts 的 background 之外，就是他都會收多收一些呢是本身已經在 system 裡面的人譬如是一個 center 的CEOCenter in charge， Center in charge， 或者是一个资深的 OT， 一个资深的社工，或者一个 journalist， 他本身是很有经验的，诸如此类不同的人。我发现他当时呢我们都有沟通啦，我跟 department head， 他都觉得呢他想的策略呢是他 train 一班人出来，不是那班人自己在市场上争 jobs。他是想他 train 一班人出来，那班人会在市场上 create job opportunities 给其他的 graduate， 即更多的 graduates。Through 他在读这个 program 里面，他知道这个 program 的价值和是怎样运作。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我的理解，我不等于一定是但是我这样理解，和我这样 observe 他们的结果是我觉得真的
是令到他们出来工作啊各方面呢，还有他们那个视野，因为他们已经本身在个 field 有一定的经验，然后他去想怎样 promote 自己，整件事真的有不同，就是会我不会说 aggressive, assertive 很多，或者对位对得准确很多。那因为始终因为在香港 music therapy 的 program 不是这么多年在香港train 一班人嘛，而 expressive art therapy 是由好似如果我冇记错，系2013年已经开始 start 收第一届嘅学生，所以佢哋已经有咁样嘅经验喺香港收人，喺香港 train 人，喺香港 graduate 工作，咁就会有呢个分别。唔知呢一样嘢会唔会帮到我哋去 vision 或者 promote music therapy 喺香港，跟住要行嘅路。可以怎樣再順利一點呢？咁多謝啊 Yasmin 今日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咁多你寶貴嘅意見啦，你嘅知識啦，同埋咧你嗰個嘅experience 啦，我相信咧在座嘅audience 都會好受益嘅，多謝你。希望好，多謝你啊 Vivian。So thank you, Yasmin, for being here with us.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in this video. I hope you will stay tuned and follow us through to the rest, the end of the series. Thank you.